Puta Saranam Gacchami Dhamma Saranam Gacchami Sangam Saranam Gacchami Puta Saranam Gacchami damma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buddha saranam gacchami damma saranam gacchami 桑嘎萨那嘎查美，嗯，观想譬如这那佛，那观想他的手跟棉花一样，很柔软，很温暖，那摸着你的头顶，啊，那给你放光。 加持。唵阿摩嘎巴罗恰那玛哈慕德拉玛尼贝玛吉巴拉布拉达雅吽。唵阿摩嘎巴罗 마하무드라, 마니, 베마지 바라, 브라바다야웅바마모가바로차나마하무드라마니베마지 바라 罗巴达雅吽。嗯，经过毗卢遮那佛的加持，那这时候我们全身就是一份很寂静、很柔和的感觉啊。那接着我们念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心咒。 Om Mune Mune Mahamune Yesuha，Om Mune Mune Mahamune Yesuha，Om Mune Mune Mahamune Yesuha。我们一面念啊，一面呃，Mune 就是很很安详寂静的意思，所以呢。 我的身口意，这时候极静，极静，大极境啊，圆满的极境啊。这持咒其实都有它的意义。那当然说，我们不知道意思，也一样可以持。你慢慢的持，它那个功德力慢慢也会现前。但是你如果懂得咒的意思，其实你可以一面念一面观想，就把自己融到那种功德里面去。 你就会有明显的感受，你念得越专注，越融入，那身心就越有那种感觉啊啊！接着啊，我们说要师佛，那要师佛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所有业障、身心的障碍都能够去除。那所以他咒的意思，其实也是这种意思啊，就呃要要施啊，要施啊，那。 你将我的所有业障病痛就带走吧，啊，那圆满，这个是除障。那么接着呢，也是一样可以这么观想药师啊，药师，啊，你是药药师王，那你加持我，让我的功德能够到彼岸，就圆满成就，啊，就这种意思。所以所有的咒其实都很吉祥、很圆满，充满着意义。 那，所以我们念它。当然到到汉地以后，呃，因为可能慢慢的那个梵文的意思，呃，没有把握了，啊，他就哎，你就念就好。尤其已经翻成中文，啊，就照中文。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的语言不一样，所以即使同一个汉字，其实每省在念它都不一样。呃，安安戴王音。 念起来，那客家音念起来，那北京音念起来，上海音念起来，四川音念起来，大家都不一样，所以到最后就会有出入，就会有出入。那事实上，那个咒语呢，当然还是回到最原始的音，所谓的翻音啊，那是最好的，所以它本来本来这个就是用音声来净化。 自己的身心来提升自己的身心，所以它每一个音都有它相应的道理在。那我们若音发对了，那也就是身体里面共振的部分起作用的部分就会产生呃那变化。所以呃持咒，那当然最好还是把音给持准。但是随着传承，随着流通。 在不同的领域、不同的地域呢，慢慢的声音也会有点跑跑掉，那这个也没有没有，呃，莫可奈何啊。但是，当然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我们那一份信心、那份清净的心，那个是最根本的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到最后目的都是要净化我们的身心。 那身心的根本在你的心，那心如果清净了，那一切都清净，啊，所以当然说到底，当然还是那一份恭敬的心、清净的心、虔诚的心，那个、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没错的，啊，没有错啊。但是如果说可以整个过程都对，又有清净恭敬的心，那那当然就相应的更快，啊，更直接，好。 接着我们就来念药师咒，我们先念，我们啊平、oh、常念的：Om Bhai Shaaj Bhai、ah、Shaaj Bhai Shaaj Samudgade Swaha。Om Bhai Shaaj Bhai Shaaj Bhai Shaaj Samudgade Swaha。Om Bhai Shaaj Bhai Shaaj Bhai Shaaj Samudgade Swaha。 啊，这个是我们的《药师经》里面的的咒语。那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呃看书人波车来传呃药师佛灌顶。那他念的就是四序，我们说密教四部序，四部序，嗯、呃，作密、行密、瑜伽密，还有无上瑜伽密，四部。那他是属于四部的。 就第二步，第二步的命，所以，呃，这个当然都有它的依据，就它它的来处。那这个咒呢，我现在也把它念一下，那就用藏音的方法,法，百沙解变成百堪哈 <laughs>，百沙甲啊，百沙界它变成贝堪界，贝堪界，所以。 当然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差别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就是上师他怎么传，啊，我们就为了要遵循那个传承，那当然就跟着上师教的念，这个是最保险的，最保险的哈。所以我们现在，嗯，因为在座也有不少人有有参加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把它复习一下，复习一下，达亚塔 o m b h a a n i

贝看这贝看这马哈贝看这贝看这拉贾，什么嘎特，娑哈。那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哈。我们说贝看这就是要师嘛，要就是就是药的医生了哈。贝看者，贝看者，马哈贝康者，大药王，大药师啊。贝看者拉贾，就是药。 诗里面的“喇架”就是王的意思，就最高的主宰者啊。那经过你的加持，让我们前面有说过，什么就是把我的一张集合起来，嘎掉，让它化解掉，或者把我的功德集合起来，让它圆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要师佛不是只有消极的除病除障。 其实也是积极的累积我们的福慧的资粮，所以持这个咒，其实，嗯，当然有它很大的功德在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，因为我们古人是最早最早的就是准提佛母，啊，那我们老师傅其实也是等于是这个成就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也念一下那个准提咒啊，Om c h a r l 准提，准提，娑哈。唵，查咧，准提，娑哈。唵，查咧，准提，娑哈。这个就是，嗯、呃，应该就是比较标准的梵音。嗯、啊，用台语念还蛮蛮准的。准，准提的是准提啊。那那如果念国会变成准提。 那前面那个加，遮变成遮嘞，遮嘞，哎，遮嘞出嘞，不是差嘞出嘞，准提十八哈，啊，这个是标准的梵音的念法，啊，所以我们念的这个、这个、一样是有它的意义在，差嘞差嘞就行动吧，行动吧，意思就前进吧，前进吧，努力的去做你该做的事，啊，差嘞出嘞，那。 那个“啊”“悟”，我们说在发那个母音的时候，“啊”是用心，用心；“悟”呢是全力以赴。啊，“悟”“悟”啊，“悟”是比“啊”更内在的。啊，掐了出来，准提就直接呃,呃称这个准提菩萨的名号。啊，我靠着你的加持力，靠着我的精进力，那希望一切。 嗯，诸事皆办，一切都能够圆满的达成。所以准提咒是所有咒里面最有行动力的啊。所以很多人，嗯，很喜欢修准提法。那我们说朱元璋啊，他还没有成名之前，其实是一个沙弥，一个出家的沙弥，他就在准提殿里面做香灯啊。 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后来有很大的呃成成就，在历史上有他很大的一种影响力、功德力在啊。那当然我们不是求以后要干什么，但是常常我们只要好好去做我们该做的事，把它做对，其实就不用担心嗯没有福报，总有一天会等到。 也是总有一天，它会降临在你的那一世里面。所以我们不是在求什么，我们只做我们该做的，努力的去做，千万不要不要懈怠啊，不要逃避，不要推脱，该承担就要承担，甚至呢，应该积极的去承担，宁可多做一点，不要少做，少做你吃亏啊，不做你有罪过。 你该做不做，你是有有是有毛病的哦，是有障碍的哦。那虽然不是属于我的工作，我如果能力范围许可，我就尽量去做，因为这些事情摆在那边不会有人做嘛，啊、我刚好可以做，我当然就去做啊，就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其实修行就很明显的，千万不要计较，这狼唔堂鸡搞。 计较呢，你只是让你的福报越来越少，你的姻缘越来越不好。你敢想，你也别交往计较，带来拢你的朋友啊，啊，你也只讲你交往计较，带来拢你的敌人啊。啊，所以要怎么做呢？当然是后，当然是要不要计较吧。啊,啊，所以那个修行一些根本观念、根本态度，决定你的行为。 是往对的地方发展，还是往错的地方发展？是往圆满的地方发展，还是往堕落的地方发展？就在一念之间。所以，建立正确的观念太重要、太重要、太重要。因为你那个基本观念如果不对，几乎你的决定、你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啊。所以，这基本观念很简单。 多为别人想，多为自己的未来想。你现在如果做对的事，那么福报以后一定会出现。当然不可能，你现在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嘛。吃饭是一下子吃饱，但是不是吃下饭它马上消化，它变成你的能量是有一段时间的，就是你能受用是一段时间的。 所以不要急着要看到结果，我们只问我们对不对？不要说啊，是不是结果出现了？那个是烦恼，嗯，那个那个是不懂因缘。懂因缘的呢，他什么时候该出现，他自然出现，不是你希望他出现，他该出现就会出现，你急没有用，你排斥也没有用，你要也要不来，你不要也不得你。 不不得不，你要要，因为属于你的业力业报。所以，我们这个观念懂了以后，就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只问我们有没有做对，不要一天到晚计较结果怎么样啊？那个，哎，没有智慧，<laughs> 会计较的人，好像自己没有没有吃亏，没有怎么样，但那个是笨 你你一天到晚都怕多做嘛？啊，所有功德是做来的，而且是要做对、做善。那你一天只干唔拢，讲人批你，没安啊，嗯，没安装来进步？不可能，那个心量太太狭隘、太小，你成不了大人。大人就人里面的上者，称为大人。 不是年年龄而已，而是那个信量，那贡献力，啊，所以这一观念呢，其实我们学佛都应该要把它弄好，不要变成一个自私的，以为自私可以学佛，自私可以了脱，没有的事，因为一个自私的人不断的在做错事，恶业一定有恶报，不可能解脱。 不可，更不可能圆满，所以那个基本观念真的太重要，太重要了啊！好，那我们再念一下那个呃长寿佛，因为我们都都希望我们现在懂得修行了，让我们时间越多越好啊，就可以多修一点点行啊。我们来念一下：Om Ama Rani Jwanti s h a o m Ama Rani。 吉汪的娑哈，Om 阿玛拉尼，吉汪的娑哈，啊，阿弥陀佛，Om 阿弥达巴西，Om 阿弥达巴西，Om 阿弥达巴西，哎，去体验它。 你可以想一想，我想你如果从头到尾都很努力的念，其实念完你会觉得头顶会有点麻麻的，会有点麻麻的。那这个就代表你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心咒有功德了。什么功德呢？他已经慢慢的要打通你的顶轮。 你念这个，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念？这个是有密意在，这什么叫密教？密教就是说你照着做，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秘密的东西，不好说。但是你照着做，你会经验，会体验到，会推会,会印证，啊，那在印证哪里印证？当然由你的身心来印证。你如果念对的时候，哎，身心它慢慢就变成对的样态。 啊，你可以想一想哈、啊，比如说我如果知道我差不多了，我知道我差不多也没有办法念一整句。刚开始还有力量，你当然念一整句，啊，尤其是在念这个短咒之前，你如果先念那个往生咒，往生咒其实是是准备能够往生的条件，不是念了就往生，不是啊、哦，你念那个咒死不了的。 不可能，但是念那个咒可以消我们的业障，念那个咒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口意功德，啊，所以念那个，我称它为四甘露咒，就是念那个往生咒，就是用四种甘露加持你的顶喉心脊，也就全身、身口意功德都把你净化。 那进化以后呢，你的身口意就变成，呃三金刚，三业就变成三金刚。那功德呢，就不断的念，它越来就越圆满，不得已少福德因缘往生净土。所以你多念这个，它就可以有具足，呃无限量的福德因缘，那当然就可以往生净土。啊，那要往生的时候呢？ 我们的进化，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力量去往生。那这个基本力量就是阿弥陀佛的种子字，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心。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？就是这个“嘿”，就这个字，那个字在那边。我们那个那个钟哈，钟上面就有这个字啊，所以你每一天敲它，每一天看它。 其实是要准备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因缘，多看、多念、多听，其实都无形中都在帮我们聚集这些资粮。那这个字呢，就是要把它，嗯，你若把它念对，你就马上感觉得到，啊，嘿，嗯，你你看这个这个音多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你要帮人家开顶。 拖啊！你你要有那个威力啊！这声音里面本身就具足那能量。那我们先来试看看，念念三个音看看了、啊。嘿<是>，你看看啊！我听一下，看你们有没有把它念对。来，一二三，是不是十意哦，不是十意，哎<是>，嘿。西。 不是 free 啊，free 啊、哦，那个哈呢是用力，那力呢力，g, 这个是根本音，所以啊，啊 <G>，哦、<laughs> 因为你说只念力啊会动掉了，所以啊一口气给你上，啊、哦，你直接念力，对不对？G, 力，无无力的。 我明啊，把你看不了但是当你念 “free” 的时候，他就帮你掀开 “free”。嗯，这个叫秘密 <laughs>，这个秘密哈、喔。那我现在解开秘密，让你们知道，一点都不神秘。你你若懂，其实什么东西都很清楚。你若不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弄半天还是念不对啊？念不对就是没有功，就是起不起不了明显的作用，所以。 善知识很重要。所谓善知识，就真懂的人。真懂你学的才是真对。如果他不是真懂，你学半天他也错，你也错，以盲导盲了啊！所以这里面当然这个就是因缘啊，我们结什么缘，那当然就在这个缘起里面去去受用、去表现哈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 嗯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所以我想，我我们修行就先先在知见上弄得正确，然后随依法奉持，我懂得法是正确的，我依着这个正确的法去行持，那就是最上的供养。供养谁？就当然供养佛，供养三宝。啊，你你要供养佛，你供养佛。 你才能成佛嘛？你供养我没有用啊 <laughs>！供养我只是结善缘啊，成不了佛。你供养佛就成佛，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随时有佛，那就成佛最大的保障。但是心里有佛呢，要怎么样有佛？当然要依法奉持。我们说什么话，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都要依法奉持。 依依着真理，依着佛教我们的道理去做啊，而不是只是心里面有佛，但是你心里面那个佛，你一个无名的人心里面的佛一样是无名的，所以你还是要慢慢把这个无名转化成智慧，转成清净的，那清净的功德才会显现，所以还是要修啊，但是修呢，修半天。 最主要是要去除我们的业障、我们的习气，不要修半天，一面修一面强化你的业障习气，那就很麻烦。修半天又被自己打败了，嗯，我我们叫依法奉持，不是依我奉持，不是用我的习气在修，当然现在还是用我的身心，但是用我的心身身,身心依法就能够除你的业障。 用我的身心依法就能累积你的功德，千万不要还是弄半天，还是那个我很大，我很坚固，那很麻烦，很麻烦，那没有救，呃，无救啊，所以，呃，还是永远痛苦，永远造业，所以这个要很小心，很小心啊。好，那我们，呃，最后报告，哎，也。Yeah. 下个礼拜六，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总统是台湾的大事，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六就在家里面等结果。我 <laughs> 下个礼拜六不共修了，放假一天啊，庆祝一下啊。下个礼拜六不要跑来哦，那你要来当然也可以，但是就没有人共修，你可以自己来这边静坐也不错了。哈。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六的佛法概要啊，跟晚上的潮山法会暂停啊。还有今年嗯，就嗯、呃、今年的寒假的七日禅修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一月二十七号到二月二号。那如果您时间排得出来，想体验一下七天的精进。 身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那欢迎报名参加。<laughs> 所有修行都是体验，但是体验呢？你用对的就会有对的体验，用错的就会有错的体验。那刚刚讲过，一一定要依法奉持。当然，它慢慢就跟法、跟实相、跟佛相应，就道理就这么简单呐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学佛学半天，其实还是建立不起。 建立不起来，我们跟佛、跟法的那个密切的关系，弄半天还是跟我们习气最好，跟佛跟法远远的。嗯，我认识你，但是不太跟你打招呼。我们心里都知道佛，但不太跟佛打招呼。都是跟自己，然后跟这些业障鬼，就跟周遭的这些共业的人天天打招呼。 但是跟佛菩萨就不打招呼，那这个呢，意思就是说，不往我们的心的深处去打招呼，都在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些外向的六根上，在这边做功，那个功德不大。嗯，一定要往里面去探讨，那发出来也是打自你内心的动机。 发注于你清净的心，这个用出来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还有外面的色、声、香味、触，它都是实相，都是功德，都是清净的。但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夜习气，外面的这些惯性的东西弄出来，啊，当然都不太妙。所以修行还是得掌握到重点，然后下对功夫，才慢慢会有功德。 来出现哈！好，最后我们来回向哈。嗯，黄华玲、郑慧珍、李美惠、柯姿儿、许丽香、叶信良、叶连祥、陈延丽,丽、陈桂梅、许俊伟、郭瑞豪、张简丽珍、林秀珠、许一明、吴资轩、周军北、吴文发。 陈国宝、夏占静、卢赖招娣、杨敬忠、朱坤坤荣、庄可威、郭明雄、郑云、陈胜昌、陈秀芬、朱荣银、郭向杰、陈吴宝贵、赵和志、陈荣吉、林俊清、李建福、刘建红、林李代、武王笑、王淑美、王玉仁。 蔡魏岳飞、孙蔡好、林俊邦、柯正胜、杨武宪、蔡淑芬、许悲明，愿他们都能够远离业障，身心自在。啊，同时我们回向给这些大德能够往生净土。李家勇、王莲花、洪文典、林歇秀兰、陈荣清、黄明秋、张志泽、黄秋月。 许乔军、庄柠檬、陈真起、黄进明、施张琴、洪忠雄、林锦云、潘碧桃、林玉腾、陈良成、陈艳红、陈图玉英、黄光国、吴俊忠、林墨云、肖庄金南、叶志成、梁英延、杨同源、姚天水，以及弥陀殿。 嗯，所有大的愿，他们都能够品味真善，往生净土。最后，我们用最虔诚、清净的心，上供十方诸佛，嗯，啊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啊，愿一切都能够远离一切业障无名。哼。